第二回，王教头私走延安府，九纹龙大闹石家村。诗曰：千古幽君一旦开，天罡地煞出全台，自来无事多生事，本为攘灾却惹灾，社稷从今云扰扰，兵戈到处闹该该，高俅奸佞虽堪恨，红信从今酿祸胎。话说当时住持真人对洪太尉说道：太尉不知，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，嘱咐道，此殿内镇锁着36元天罡星、72座地煞星，共是108个魔君在里面，上立石碑，凿着龙章凤篆天符镇住在此，若还放他出世，必恼下方生灵。哎，如今太尉放他走了，怎生是好？他日必为后患。洪太尉听罢，浑身冷汗，捉颤不住，急急收拾行李，引了从人下山回京。真人病到重送官已罢，自回宫内休整殿宇，树立石碑，不在话下。再说洪太尉在路上吩咐从人，叫把走妖魔一劫休说与外人知道，恐天子知而见责，余路无话，星夜回至京师。进得汴梁城，闻人所说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，普施福禄，攘救灾病，瘟疫尽消，军民安泰，天师辞朝，乘鹤驾云，自回龙虎山去了。洪太尉次日早朝见了天子，奏说：天师乘鹤驾云，先到京师，臣等驿站而来，才得到此。仁宗准奏，赏赐红信，复还旧职，亦不在话下。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42年，宴驾乌有太子，传位蒲安义王允让之子，太宗皇帝的孙，立帝号曰英宗，在位四年，传位于太子神宗天子，在位18年，传位于太子哲宗皇帝登基，那是天下尽皆太平，四方无事。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，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，姓高，排行第二，自小不成家业，只好刺枪使棒，最是踢得好脚气球。京师人口顺，不叫高二，却都叫他做高俅。后来发迹，便将气球那字去了毛旁，添作丽人，便改作姓高名俅。这人吹弹歌舞，刺枪使棒，相扑玩耍，颇能诗书词赋，若论仁义礼智，信行忠良，却是不会，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，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，每日三娃两舍，风花雪月，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，府尹把高俅断了40几丈，叠配出界发放，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素食。高俅无计奈何，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，名唤柳世全。他平生专好吸客养闲人，招纳四方干戈老汉子。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，一住三年。后来哲宗天子因败南郊，感得风调雨顺，放宽恩，大赦天下。那高俅在临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，思乡要回东京，这柳世全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是亲戚，写了一封书札，收拾些人事盘缠，激发高俅回东京投奔董将士家过活。当时高俅辞了柳大郎，背上包裹离了临淮州，以礼回到东京，竟来金梁桥下董生耀家下了这封书。董将士一见高俅，
看了柳世全来书，自肚里寻思道：这高俅，我家如何安着的他？若是个至诚老实的人，可以容他在家出入，也教孩儿们学些好。哼，他却是个帮闲的破楼户，没信性的人。一介当初有过饭来，被开封府断配出境的人，倘或留住在家中，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。待不收留他，又撇不过柳大郎面皮。当时只得权且欢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，每日就食管待。住了十数日，董将士思量出一个缘由，将出一套衣服，写了一封书简，对高俅说道：小人家下萤火之光照人不亮，恐后误了足下，我转见足下与小苏学士处，酒后也得个出身，哈，足下意内如何？高俅大喜，谢了董将士。董将士十个人将这书简引领高俅进到学士府内，门吏转报小苏学士出来，见了高俅，看罢来书，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，心下想到：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？不如做个人情，见他去驸马王进卿府里做个亲孙，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，便喜欢这样的人。当时回了董将士书札，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。次日写了一封书呈，十个干人送高俅去了那小王都太尉处。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，神宗皇帝的驸马，他喜爱风流人物，正用这样的人。一见小苏学士差人持书送着高俅来拜见了，便喜，随即写回书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。自此高俅遭寄在王都尉府中，出入如同家人一般。自古道日远日疏，日亲日近。忽一日，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，吩咐府中安排筵宴，专请小舅端王。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，哲宗皇帝玉帝，县长东驾，排号九大王，是个聪明俊俏人物。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，无一般不晓，无一般不会，更无一般不爱，更兼琴棋书画，儒释道教无所不通，踢球打弹，品竹调丝，吹弹歌舞，自不必说。当日王都尉府中准备筵宴，水陆俱备。但见香焚宝鼎，花插金瓶，仙音院静奏心声，教坊司品逞妙意，水晶壶内尽都是紫府琼浆，琥珀杯中满泛着瑶池玉液，玳瑁盘堆满仙桃异果，玻璃碗供熊掌驼蹄，淋淋快切银丝，细细茶烹玉蕊，红裙舞女尽随着象板鸾箫，翠袖歌姬簇捧定龙生凤管，两行珠翠立阶前，一派笙歌临座上。且说这端王来王都尉府中赴宴，都尉设席请端王居中坐定，太尉对席相陪，酒尽数杯，诗功两套，那端王起身敬手，偶来书院里稍歇，猛见书案上一对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，即是做得好，细巧玲珑。端王拿起狮子不落手，看了一回道：好。王都尉见端王心爱，便说道：再有一个玉龙笔架，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，却不在手头，明日取来一并相送。端王大喜道：深谢厚意，想那笔架必是更妙，明日取出来送至宫中便见。端王又谢了，两个依旧入席饮宴，至暮尽醉方散。端王相别回宫去了。
次日，小王杜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，着一个小金盒子成了，用黄罗包袱包了，写了一封书呈，确实高俅送去。高俅领了王都尉军旨，将这两般玉玩器怀中揣了书呈，径头端王宫中来，把门官吏转报与院公。没多时，院公出来问：“你是哪个府里来的人？”高俅施礼罢，答道：“小人是王驸马府中，特送玉玩器来进大王。”“殿下在亭心里和小黄门踢气球，你自过去。”“相反引进。”院公引到亭前，高俅看时，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，身穿紫绣龙袍，腰系文武双穗绦，把绣龙袍前襟拽扎起，揣在绦边，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，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气球。高俅不敢过去冲撞，立在从人背后伺候。也是高俅何当发迹，时运到来，那个气球腾地起来，端王接个不着，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。那高俅见气球来，也是一时的胆量，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。端王见了大喜，便问道：“哈哈哈，你是甚人？”高俅向前跪下道：“小的是王都尉亲随，受东人使令，击送两班玉玩器来进献大王，有书呈在此拜上。”端王听罢，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姐夫之如此挂心。”高俅取出书呈进上，端王开盒子看了玩器，都递与唐后官收了去。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，却先问高俅道：“你原来会踢气球，你唤作什么？”高俅插手跪伏道：“小的叫做高俅，胡踢的几脚。”“哈哈，好，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。”高俅拜道：“小的是何等样人，敢与恩王下脚？”“哎，这是齐云社，名为天下缘，但替和尚。”高俅再拜道：“怎敢？”三回五次告辞，端王定要他踢，高俅只得叩头谢罪，解席下场。才踢几脚，端王喝彩，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，奉承端王。那身份模样，这气球疑似表胶粘在身上的。端王大喜，哪里肯放高俅回府去，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。次日排个宴会，专请王都尉宫中赴宴。却说王都尉当日晚不见高俅回来，正疑思间，只见次日门子报道：“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，请太尉到宫中赴宴。”王都尉出来见了干人，看了令旨，随即上马来到九大王府前，下马入宫来见了端王。端王大喜，称谢两班玉玩器。入席饮宴间，端王说道：“这高俅踢的两脚好气球，孤欲索此人做亲随，如何？”“殿下既用此人，就留在宫中服侍殿下。”端王欢喜，执杯相谢，二人又闲话一回，至晚席散，王都尉自回驸马府去，不在话下。且说端王自从所得高俅作伴之后，就留在宫中宿食，高俅自此遭忌端王，每日跟着寸步不离，却在宫中未及两个月，哲宗皇帝宴驾，无有太子，文武百官商议，册立端王为天子，立帝号曰徽宗，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。登基之后一向无事。忽一日与高俅道：“朕欲要抬举你，但有边功方可升迁，先叫枢密院与你入名，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。”后来没半年之间，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之事。且说高俅得做了殿帅府太尉，选拣吉日良辰，去殿帅府里倒任，
所有义英何属公吏牙将、督军、禁军、马步人等进来参拜，各呈手本，开报花名。高殿帅一一点过，余内只欠一名80万禁军教头王进，半月之前已有病状在官，患病未痊，不曾入衙门管事。高殿帅大怒，喝道：胡说！既有守本呈来，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，此人即系推病在家，快与我拿来。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。且说这王进却无妻子，只有一个老母，年已六旬之上，抬头与教头王进说道：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，点你不着，军政司禀说染患在家，借由病患状在官，高殿帅焦躁，哪里肯信，定要拿你，只道是教头诈病在家，教头只得去走一走，若还不去，定连累众人，小人也有罪犯。王进听罢，只得挨着病来，进得殿帅府前参见太尉，拜了四拜，躬身唱个惹，起来立在一边，高俅道：你那厮便是督军教头王生的儿子？小人便是。这次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，你醒的什么武艺？前官没眼，参你做个教头，如何敢小觑我，不服俺点事？你托谁的事要推病在家安闲快乐？小人怎敢，其实患病未痊。贼配军，你既害病如何来得？太尉呼唤，安敢不来？高殿帅大怒，喝令左右叫拿下王进，家里与我打这厮。众多牙将都是和王进好的，只得与军政司同告道：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头，全免此人这一次。你这贼配军，且看众将之面，饶恕你今日之犯，明日去和你理会。王进谢罪罢，起来抬头看了，认得是高俅，楚的衙门叹口气道：唉，俺的性命今番难保了，俺倒是什么高殿帅，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元社高二，笔仙时曾学使棒，被我父亲一棒打翻，三四个月江西不起，有此之仇，他今日发迹得做殿帅府太尉，正待要报仇，我不想正属他官，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，俺如何与他争得？怎生唉，奈何是好。回到家中闷闷不已，对娘说知此事，母子二人抱头而哭。娘道：我儿36招走为上州，只恐没处走。母亲说的是，儿子寻思也是这般计较，只有延安府老崇经略相公镇守边庭，他手下军官多有曾到京师爱儿子使枪棒的极多，何不逃去投奔他们，那里是用人去处，足可安身立命。娘儿两个商议定了，其母又道：我儿和你要私走，只恐门前两个排军是殿帅府拨来服侍你的，他若得知，须走不脱。哎，不妨，母亲放心，儿子自有道理措置的。当下日晚未婚，王进先叫张排入来，吩咐道：你先吃了些晚饭，我使你一处去干事。啊，教头使小人哪里去？啊，我因前日病患，许下酸枣门外月庙里相约，明日早要去烧柱投香。你可今晚先去吩咐庙祝，叫他来日早开些庙门。等我来烧柱投香，就要三生献琉璃王，你就庙里歇了等我。张排答应，先吃了晚饭，叫了安置，往庙中去了。当夜，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，细软银两。做一担打家了，又装两个料袋浮驼拴在马上，等到五更天色未明，
王进叫起李牌，吩咐道：“你与我将这些银两去岳庙里和张牌买个三生煮熟，在那里等候。我买些纸烛，随后便来。”李牌将银子往庙中去了，王进自去备了马，牵出后槽，将廖带扶驮搭上，把锁子拴缚牢了，牵在后门外。福娘上了马，家中粗重都弃了，锁上前后门，挑了担跟在马后，趁五更天色未明，趁势出了西华门，取路往延安府来。且说两个牌军买了服务煮熟，在庙等到四牌也不见来，李牌心焦，走回到家中寻时，见锁了门，两头无路，寻了半日并无有人曾见，探看待晚，岳庙里张牌一迹，一直奔回家来，又和李牌寻了一黄昏，看看黑了，两个见他当夜不归，又不见了他老娘。次日，两个牌军又去他亲戚之家访问，一无寻处，两个恐怕连累，只得去殿帅府守告：“王教头弃家在逃，子母不知去向。”高太尉见告了，大怒道：“贼配军在逃，看那厮带走哪里去！”随即压下文书，行开株洲各府，捉拿逃军王进。二人首告，免其罪责，不在话下。且说王教头母子二人自离了东京，在路免不了饥餐渴饮，夜住小行，在路上一月有余。忽一日天色将晚，王进挑着担跟在娘的马后，口里与母亲说道：“天可怜见，惭愧了我子母两个，拖了这天罗地网之恶。此去延安府不远了，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，也拿不着了。”子母两个欢喜，在路上不觉错过了宿头，走了这一夜，不遇到一处村坊，哪里去投宿是好？正没理会处，只见远远的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，王进看了道：“好了，折磨去那里陪个小心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”当时转入林子里来看时，却是一所大庄院，一周遭都是土墙，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，看那庄院但见前通官道，后靠西冈，一周遭杨柳绿阴浓，四下里乔松青似染，草堂高起，静暗无韵山庄，平管低轩，直造以山临水，转屋角牛羊满地，大卖场鹅鸭成群，田园广野附庸庄客有千人，家眷轩昂，女使儿童难计数，正是家有余粮积全宝，户多书籍子孙贤。当时王教头来到庄前，敲门多时，只见一个庄客出来。王进放下担，与他施礼。庄客道：“啊，来俺庄上有甚事？”“啊，实不相瞒，小人子母二人贪行了些路程，错过了宿店，来到这里，前不八村，后不八店。芋头贵庄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，一力拜纳方巾，万望周全方便。”“啊，既是如此，且等一等，待我去问庄主太公，肯时但歇不妨。”“哎呦，大哥方便。”庄客入去多时，出来说道：“庄主太公叫你两个入来。”王进请娘下了马，王进挑着担就牵了马，随庄客到里面打麦场上歇下蛋，把马拴在柳树上，子母两个直到草堂上来见太公。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，须发皆白，头戴遮尘暖帽，身穿直缝宽衫，腰系皂丝绦，足穿熟皮靴。王进见了便拜，太公连忙道：“哎呀，客人休拜，且请起来。你们是行路人，辛苦风霜，且坐一坐。”王进母子两个叙礼罢，都坐定。太公问道：“你们是哪里来？如何昏晚到此？”“啊，
小人姓张，原是京师人，近来消折了本钱，无可盈用，要去延安府投奔亲眷。不想今日路上贪行了些尘土，错过了宿店，欲投贵庄借宿一宵，来日早行，房金依例拜纳。不妨，如今世上人哪个顶着房子走嘞？你母子二位敢为打火？叫庄客安排饭来。没多时，就厅上放开条桌子，庄客拖出一桶盘，四样蔬菜，一盘牛肉，铺放桌子上。UP 主之聊有声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先当酒来筛下。太公道：“村中无甚相待，休得见怪。”王进起身谢道：“哎呀，小人子母无故相扰，得蒙厚意，此恩难报。”休这般说，且请吃酒。一面劝了五七杯酒，搬出饭来，二人吃了，收拾碗碟。太公起身引王进子母到客房中安歇。王进告道：“小人母亲骑的头口相烦寄养，草料望其应付，依法拜还。”“嘿嘿，这个亦不妨，我家也有头口骡马，叫庄客牵去后草，一发喂养，草料亦不用忧心。”王进谢了，挑那担到客房里来。庄客点上灯火，一面提汤来洗了脚。太公自回里面去了。王进子母二人卸了庄客，掩上房门，收拾歇息。次日睡到天晓，不见起来。庄主太公来到客房前过，听得王进子母在房中声唤。太公问道：“客官失晓，好起了？”王进听得慌忙出房来，见太公失礼，说道：“哎，小人起多时了，也来多多搅扰，甚是不当。”“谁人如此生欢？”“哦，实不敢瞒太公说，老母鞍马劳倦，昨夜心疼病发。”“既然如此，客人休要烦恼，叫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几日，我有个医心疼的方，叫庄客去县里搓药来，与你老母亲吃，叫他放心，慢慢的将息。”王进谢了，话休絮烦。自此，王进子母两个在太公庄上服药，住了五七日，觉到母亲病患全了，王进收拾药行。当日因来后槽看马，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，拖脖着，刺着一身青龙，银盘也似一个面皮，约有十八九岁，拿条棒在那里使。王进看了半晌，不觉失口道：“哎呀，这棒也使得好了，只是有破绽，赢不得真好汉。”那后生听得大怒，喝道：“呸！你是什么人，敢来笑话我的本事？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傅，我不信道不如你，你敢和我插一插吗？”说犹未了，太公到来，喝那后生：“不得无礼，破难这厮笑话我的棒法。客人莫不会是枪棒？”“啊，颇晓得些。敢问掌上，这后生是宅上的谁？”“是老汉的儿子。”“哦，既然是宅内小官人，若爱学识，小人点拨他端正如何？”“嫩的时十分好。”便叫后生来拜师父。那后生哪里肯拜，心中越怒，道：“阿爹，休听这厮胡说，若是他赢得我这条棒时，我便拜他为师。小官人若是不当村时，较量一棒耍子。”那后生就空地当中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四转，向王进道：“哼，你来你来，怕他不算好汉。”王进只是笑，不肯动手。太公道：“客官既是肯教小顽石，使一棒何妨？”“哎呀，恐冲撞了令郎时，虚不好看。”“嘿嘿，这个不妨，若是打折了手脚，也是他自作自受。”“啊，恕无礼。”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，来到空地上使个击鼓。那后生看了一看，拿条棒滚将入来，径奔王进。王进拖地拖了棒便走，那后生抢着棒又赶入来。
王进回身把棒往空地里劈将下来，那后生见棒劈来，用棒来隔，王进却不打下来，将棒一撤，却往后生怀里直硕将来，只一脚，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，扑的往后倒了。王进连忙撇下棒，向前扶住道：“喂，休怪，休怪。”那后生爬将起来，便去旁边多条凳子，那王进坐，便拜道：“我枉自经了许多施教，原来不知半分。师父，没奈何，只得请教。我子母二人连日在此搅扰宅上，无恩可报，当以效力。”太公大喜，叫那后生穿了衣裳，一同来后堂坐下，叫庄客杀一个羊，安排了酒食果品之类，就请王进的母亲一同复习。四个人坐定，一面把盏。太公起身劝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师父如此高强，必是个教头，小儿有眼不识泰山。唉，奸不思妻，俏不思满，小人不姓张，俺是东京800000禁军教头王进的便是，这枪棒终日搏弄，唯因新任一个高太尉，原被先父打翻，今做殿帅府太尉，怀挟旧仇，要奈何王进，小人不合属他所管，和他争不得，只得子母二人逃上延安府去，投托老虫精略相公处勾当，不想来到这里，得遇掌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，又蒙救了老母病患，连日管顾，甚是不当。既然令郎肯学识，小人一力奉教，只是令郎学的都是花棒，只好看，上阵无用，小人重新点拨他。太公见说了，便道：“我儿可知输了，快来再拜师父。”那后生又拜了王进。太公道：“教头在上，老汉祖居这化阴县界，前面便是少华山，这村便唤作史家村，村中总有三四百家都姓史，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，只爱刺枪使棒，母亲说他不得，怄气死了，老汉只得随了他性子，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教他，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，肩臂胸膛总有九条龙，满县人口顺都叫他做九纹龙史进。教头今日寄到这里，一发成全了他一好，老汉自当重重酬谢。”王进大喜道：“太公放心，既然如此说时，小人一发交了令郎方去。”自当日为始，吃了酒食，留住王教头子母二人在庄上，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，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。哪十八般武艺？毛锤弓弩冲，鞭锏剑链抓，斧钺并戈戟，排棒鱼枪叉。话说这史进每日在庄上管带王教头母子二人，指教武艺。史太公自去化阴县中承当理政，不在话下。不觉荏苒光阴早过半年之上，正是窗外日光弹指过，席间花影坐前移，一杯未尽笙歌颂，阶下陈牌又报时。前后的半年之上，史进把这十八般武艺重新学得十分精熟，多得王进尽心指教，点拨的件件都有奥妙。王进见他学得精熟了，自私：“哎，在此虽好，只是不了啊。”一日想起来，相辞要上延安府去，史进哪里肯放，说道：“师父，只在此间过了，小弟奉养你母子二人以终天年，多少是好啊。”“贤弟多蒙你好心，在此十分之好，只恐高太尉追捕到来，负累了你，恐叫贤弟一遭雷泄之厄，不当稳便，以此两难。”
我一心要去延安府，头着在老虫经略处勾当，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，足可安身立命。史进兵太公苦留不住，只得安排了一个筵席送行，拖出一盘两个缎子100两花银谢师。次日王进收拾了担，备了马，子母二人相辞史太公史进，请娘乘了马往延安府路途进发。史进叫庄客挑了担亲送十里之城，忠心难舍。史进当时拜别了师父，洒泪分手，和庄客自回。王教头依旧自挑了担，跟着马和娘两个自取关西路里去了。话中不说王进去投军役，只说史进回到庄上，每日只是打熬气力，一且壮年，又没老小，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，白日里只在庄后射弓走马。不到半载之间，史进父亲太公染患病症，数日不起。史进使人远近请医师看治，不能全可，呜呼哀哉，太公没了。史进一面被棺椁圣殓，请僧修设好事，追斋礼七剑拔太公，又请道士建立斋教超度升天，整做了十数坛好事功果道场，选了吉日良时出丧安葬，满村中300-400史家庄户都来送丧挂孝，埋殡在村西山上祖坟内了。史进家自此无人管业，史进又不肯务农，只要寻人史家上较量枪棒。自史太公死后，又早过了3-4个月日，时当6月中旬，炎天正热。那一日，史进无可消遣，捉个胶床，坐在打麦场边柳荫树下乘凉。对面松林透过风来，史进喝彩道：“啊，好凉风！”正乘凉来，只见一个人探头探脑在那里张望。史进喝道：“哎，左怪，谁在那里张安庄上？”史进跳起身来，转过树背后打一看时，认的是猎户表兔李吉。史进喝道：“李吉，张我庄内做什么？莫不来相搅头？”李吉向前声惹道：“大郎，小人要寻庄上矮丘乙郎吃完酒，因见大郎在此乘凉，不敢过来冲撞。”“我且问你，往常时你只是担些野味来我庄上卖，我又不曾亏了你，如何一向不将来卖与我？敢是欺负我没钱？”“小人怎敢，一向没有野味，以此不敢来。”“哼，胡说，偌大一个少华山，嫩得广阔，不信没有个张兔。”“大郎原来不知，如今近日上面添了一伙强人，扎下了个山寨，在上面聚集着500-700个小喽啰，有100-100匹好马。围头那个大王唤作神机军事朱武，第二个唤作跳剑虎陈达，第三个唤作白花蛇杨春。这三个围头大家劫舍，华阴县里不敢捉他，出3000贯赏钱找人拿他，谁敢上去惹他？因此上小人们不敢上山打捕野味，拿讨来卖。”“我也听得说有强人，不想那厮们如此大弄，必然要恼人。李吉，你今后有野味时寻下来。”李吉唱个惹自去了。史进归到厅前，寻思这厮们大弄，必要来好恼村方，既然如此，便叫庄客捡2头肥水牛来杀了。庄内自有造下的好酒，先烧了一磨顺溜纸，便叫庄客去请着当村里300-400史家庄户都到家中草堂上续齿坐下，叫庄客一面把盏劝酒。史进对众人说道：“我听得少华山上有3个强人，聚集着500-700小喽啰，打家劫舍，
这厮们既然大弄，必然早晚来俺村中裸澡。我今特请你们众人来商议，倘若那厮们来时，各家准备，我庄上打起梆子，你众人可各持枪棒前来救应。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，地相救护，共保村房，如若强人自来，都是我来理会。我等村农只靠大郎做主，梆子响时谁敢不来。当晚众人谢酒，各自吩咐回家准备器械。自此使劲修整门户墙垣，安排庄院，拴束衣甲，整顿刀马，提防贼寇，不在话下。且说少华山寨中三个头领坐定商议，为头的神机军师朱武虽无本事，广有谋略。朱武当与陈达、杨春说道：如今我听知华阴县里出3000贯赏钱招人捉我们，诚恐来时要与他厮杀，只是山寨钱粮欠少，如何不去截掳下来以供山寨之用，聚集些粮食在寨里防备官军来时好和他打熬。跳涧虎陈达道：说的是，如今便去华阴县里先问他借粮，看他如何。白花蛇杨春道：哎，不要华阴县去，只去蒲城县，万无一失。蒲城县人户稀少，钱粮不多，不如只打华阴县，那里人民丰富，钱粮广有。哎呀，哥哥不知，若去打华阴县时须从史家村过，那个九纹龙史进是个大虫，不可去撩拨他，他如何肯放我们过去啊。哎，兄弟好懦弱，一个村坊过去不得，怎得敢抵敌官军。哎呀，哥哥不可小觑了他，那人端地了得。嗯，我也曾闻他十分英雄，说这人真有本事。哎，兄弟休去吧。陈达叫将起来说道：你两个闭了鸟嘴，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，也只是一个人，须不三头六臂，我不信。喝叫小喽啰：快备我的马来，如今便去，先打史家庄，后取华阴县。朱武、杨春再三谏劝，陈达哪里肯听，随即披挂上马，点了140-150个小喽啰，鸣锣擂鼓，下山往史家村去了。且说史进正在庄内整治刀马，只见庄客报知此事，史进听得就庄上敲起梆子来。那庄前庄后庄东庄西300-400史家庄户听得梆子响，都拖枪拽棒聚集300-400人，一起都到史家庄上看了史进。头戴一字巾，身披朱红甲，上穿青锦袄，下着抹绿靴，腰系皮搭布，前后铁眼心，一张弓，一壶剑，手里拿一把3尖2刃4鞘8环刀。庄客牵过那匹火炭赤马，史进上了马，抄了刀。前面摆着30-40壮健的庄客，后面列着80-90村蠢的乡夫，各史家庄户都跟在后头，一齐呐喊，直到村北路口摆开，却早望见来军。但见红旗闪闪，赤翅翩翩，小喽啰乱槊插枪，莽撞汉旗单刀斧，头巾歪整，浑如3月桃花，那袄锦栓却似9秋落叶，个个圆睁横死眼，人人则起夜插心。那少华山陈达引了人马飞奔到山坡下，便将小喽啰摆开，使劲看时，见陈达头戴干红凹面巾，身披裹金生铁甲，上穿一领红纳袄，脚穿一对吊蹲靴，腰系7尺攒线搭布，坐骑一匹高头白马，手中横着丈8点钢矛。小喽啰两势下呐喊，二员将就马上相见。陈达在马上看着史进，
欠身施礼，使劲喝道：汝等杀人放火，打家劫舍，犯着弥天大罪，都是该死的人。你也需要耳朵，好大胆，只来太岁头上动土。陈达在马上答道：俺山寨里欠少些粮食，欲往华阴县借粮，经由贵庄假一条路，并不敢动一根草，可放我们过去，回来自当拜谢。胡说，俺家建当理政，正要来拿你这伙贼，今日到来，经由我村中过，却不拿你，倒放你过去。本县知道，须连累于我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相反借一条路。哼，什么闲话，我便肯时有一个不肯，你问的他肯便去。好汉叫我问谁？你问的我手里这口刀肯，便放你去。陈达大怒道：赶人不要赶上，休得要逞精神。史进也怒，抡手中刀，骤坐下马来战陈达。陈达也拍马挺枪来迎史进，两个交马，但见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，一来一往，有如深水戏猪笼；一上一下，却似扮演张石虎。左盘右旋，好似张飞抵吕布；前回后转，浑如敬德战秦琼。九纹龙愤怒，三尖刀指望顶门飞；跳剑虎声嗔，丈八毛不离心砍刺。好手中间逞好手，红心里面夺红心。史进陈达两个斗了多时，只见战马咆哮，踢起手中军器，枪刀来往，各防价格遮拦。两个斗到尖身里，史进卖个破绽，让陈达把枪往心窝里硕来，史进却把腰一闪，陈达和枪入怀里来。史进轻舒圆臂，环扭狼腰，直一斜把陈达轻轻摘离了嵌花鞍，款款揪住了线搭膊，丢在马前受降。那匹战马波峰也死去了。史进叫庄客将陈达绑缚了，众人把小喽啰一赶都走了。史进回到庄上，将陈达绑在亭心内柱上，等待一发拿了那两个贼首，一并解官请赏，且把酒来赏了众人，叫拳解散。众人喝彩，不枉了史大郎如此豪杰。休说众人欢喜饮酒，却说朱武、杨春两个正在寨里猜疑琢磨不定，且叫小喽啰再去探听消息。只见回去的人牵着空马奔到山前，直叫道：苦也，陈家哥哥不听二位哥哥所说，送了性命。朱武问其缘由，小喽啰被说交锋一劫，怎当使尽英勇。朱武道：哎，我的言语不听，果有此祸。哎，我们尽数都去，和他死病如何？亦是不可，他上自输了，你如何病得他过？我有一条苦计，若救他不得，我和你都休。如何苦计？指出嫩地。好计，我和你便去，事不宜迟。再说史进正在庄上愤怒未消，只见庄客飞报道：啊，山寨里朱武、杨春自来了。这厮何休？我叫他两个一发借官，快牵过马来。一面打起梆子，众人早都到来。史进上了马，正待出庄门，只见朱武、杨春步行已到庄前，两个双双跪下，噙着两眼泪。史进下马来喝道：哎，你两个跪下如何说？朱武哭道：小人等三个累被官司逼迫，不得已上山落草，当初发愿道不求同日生，只愿同日死，虽不及关张刘备的义气，其心则同。今日小弟陈达不听好言，误犯虎威，已被英雄擒捉在贵庄，
无忌恳求，近来一境就死。王英雄将我三人一发借官请赏，誓不皱眉。我等救英雄守内请死，并无怨心。史进听了，寻思道：他们侄内义气，我若拿他去借官请赏时，反叫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是英雄。自古道，大虫不吃腐肉。哎，你两个，且跟我进来。朱武阳春并无惧怯，随了史进直到后厅前跪下，又叫史进绑缚。史进三回五次叫起来，那两个哪肯起来？星星惜星星，好汉识好汉。史进道：你们既然如此义气深重，我若送了你们，不是好汉，我放陈达还你如何？休得连累了英雄，不当问辩，宁可把我们去借官请赏。哎，如何使得？你肯吃我酒食吗？一死尚然不惧，何况酒肉乎？当时史进大喜，解放陈达，就后厅上座置酒设席，管待三人。朱武、杨春、陈达拜谢大恩，酒至数杯，烧天春色。酒罢，三人谢了史进，回山去了。史进送出庄门，自回庄上。却说朱武等三人归到寨中坐下，朱武道：我们不是这条苦计，怎得性命在此？虽然救了一人，却也难得史进为义气上放了我们。过几日备些礼物送去，谢他救命之恩。话休续烦，过了十数日，朱武等三人收拾得30两蒜条金，10两个小喽啰，趁月黑夜送去史家庄上。当夜初更时分，小喽啰敲门，庄客报知史进。史进火急披衣来到门前，问小喽啰：有甚话说？三个头领再三拜服，特地使小校送些薄礼，酬谢大郎不杀之恩。不要推却，望起笑留。取出金子递与史进，初时推却，伺候寻思道：既然送来，回礼可酬。受了金子，叫庄客置酒管待小校，吃了半夜酒，把些零碎银两赏了小校，回山去了。又过了半月有余，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议，掳掠得一串好大珠子，又使小喽啰连夜送来史家庄上。史进受了，不在话下。又过了半月，史进寻思道：也难得这三个敬重我，我也备些礼物回奉他。次日叫庄客寻个裁缝，自去县里买了3匹红锦，裁成3领锦袄子，又捡肥羊煮了3个，将大盒子盛了，为2个庄客去送。史进庄上有个围头的庄客王四，此人颇能答应官府，口舌利辩，满庄人都叫他做赛伯当。史进叫他同一个得力庄客挑了核弹，直送到山下。小喽啰问了背戏，引到山寨里见了朱武等三个头领，大喜，受了锦袄子并肥羊酒礼，把10两银子赏了庄客，每人吃了10数碗酒，下山回归庄内，见了史进说道：山上头领多多赏赐。史进自此常常与朱武等三人往来，不时间只是王四去山寨里送物事，不择一日，寨里头领也频频地使人送金银来与史进。荏苒光阴，时欲8月中秋到来，史进要和三人说话，约至15夜来庄上赏月饮酒。先使庄客王四寄一封请书，直去少华山上，请朱武、陈达、杨春来庄上复习。王四持书进到山寨里，见了3位头领下了来书，朱武看了大喜，3个应允，随即写封回书，赏了王四5两银子，吃了10来碗酒。王四下的山来，正撞着如常送物事来的小喽啰，一把抱住，哪里肯放，
又拖去山路边村酒店里吃了十数碗酒。王四相别了回庄，一面走着，被山风一吹，酒却涌上来，踉踉跄跄，一步一晃，走不得十里之路，见座林子，奔到里面，望着那绿茸茸沙草地上扑的倒了。原来彪兔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张兔，认的是史家庄上王四，赶入林子里来扶他，哪里扶得动，只见王四搭不理，突出银子来。李吉寻思道，这厮醉了，哪里讨得许多，何不拿他些。也是天罡星何当聚会，自然生出机会来。李吉解那搭布，往地下指一抖，那封回书和银子都抖出来。李吉拿起，颇识几字，将书拆开看时，见上面写着少华山朱武、陈达、杨春，中间多有兼文带武的言语，却不识的，只认得三个名字。李吉道，我做猎户，几时能够发迹？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财，却在这里。华阴县里建出3000贯赏钱，捕捉他三个贼人，颇耐使劲那厮。前日我去他庄上寻矮秋乙郎，他到我来相脚头彩盘。你原来倒和贼人来往。银子并书都拿去了，往华阴县里来出手。却说庄客王四一觉直睡到二更，方醒觉来，看见月光微微照在身上。王四吃了一惊，跳将起来，却见四边都是松树，便去腰里摸时，搭把和树都不见了。四下里寻时，只见空搭把在沙草地上。王四只管叫苦，寻思道，银子不打紧，这封回书却怎生好，哎呦，正不知被圣人拿去了。眉头一纵，计上心来，自道，若回去庄上说脱了回书，大郎必然焦躁，定是赶我出去，不如只说不曾有回书，哪里查照。计较定了，飞也似取路归来庄上。却好五更天气，史进见王四回来，问道，哎，你如何方才归来？托主人福音，寨中三个头领都不肯放，留住王四吃了半夜酒，因此回来迟了。哦，曾有回书吗？哎，三个头领要写回书，却是小人道，三位头领既然准来复习，何必回书？小人又有杯酒，路上恐有些失之脱节，不是耍处。史进听了大喜，说道，不枉了主人叫做赛伯当，真个了得。小人怎敢差池，路上不曾住脚，一直奔回庄上。既然如此，叫人去县里买些果品暗酒伺候。不觉中秋节至，是日晴明得好。史进当日吩咐家中庄客，宰了一枪大羊，杀了100个鸡鹅，准备下酒时筵宴，看看天色晚来，怎见得好个中秋。但见午夜初长，黄昏已半，一轮月挂如银，冰盘如昼，赏玩正宜人，清影十分圆满，桂花玉兔交心，莲笼高卷，金杯频劝酒，欢笑贺生平，年年当此节，酩酊醉醺醺，莫辞中西饮，银汉露华新。且说少华山上朱武、陈达、杨春三个头领，吩咐小喽啰看守寨栅，只带三五个作伴，将了坡刀，各挎口腰刀，不骑鞍马，步行下山，竟来至史家庄上。史进接着各叙礼罢，请入后园，庄内已安排下筵宴。史进请三位头领上座，史进对席相陪，便叫庄客把前后庄门拴了，一面饮酒，庄内庄客轮流把盏，
一边歌扬劝酒，酒至数杯，却早东边推起那轮明月。但见桂花里海桥，云夜散天衢，彩霞照万里如银，素魄映千山似水，一轮爽慨能分宇宙澄清，四海团摄映乾坤皎洁，影横旷野惊独宿之乌鸦，光射平湖照双栖之鸿雁，冰轮展出三千里，玉兔平吞四百州。史进正和三个头领在后院饮酒，赏玩中秋，叙说旧话新言，只听得墙外一声喊起，火把乱鸣。史进大惊，跳起身来吩咐：三位闲游且坐，待我去看。喝叫庄客不要开门，多条梯子上墙打一看时，只见是华阴县县尉在马上，沿着两个都头带着三四百土兵围住庄院。史进和三个头领只管叫苦，外面火把光中照见钢叉、豁刀、五谷叉、刘克柱摆得似麻林一般。两个都头口里叫道：不要躲强贼，不是这伙人来捉史进并三个头领，有分教。史进先杀了一两个人，结识了十数个好汉，大闹洞河北，指使天罡地煞一齐相会，直叫芦花深处屯兵士。毕竟史进与三个头领怎得脱身？且听下回分解。 UP 主之聊有声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水浒传的听友们你们好，我是张铁林，很高兴陪你一起读水浒。第一集，禁军都80万了，怎么还是被人家揍得满地找牙？《水浒传》书中有两位80万禁军教头王进和林冲，功夫在天下英雄中可谓是独一档，能在80万禁军中当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，这两位教头在漫威宇宙里基本上也是美国队长和钢铁侠级别的。然而说书人的嘴舞台上转一圈，那就是千山万水，上下两片嘴皮子一碰，十里连营百万雄兵怎么唬人怎么来。历史上赤壁之战曹军兵力不过是20万上下，结果三国演义就能吹出83万来。夷陵之战大耳朵为了给关二爷报仇，举国之兵征讨东吴，小说里面70万大军，现实也不过是5万人马。有数量没质量，那叫给敌人送人头。一个新兵入营要发放武器铠甲，训练队列武艺，配齐战马披挂，刀头舔血练胆，哪一样不需要钱，哪一样不花功夫。就这个上了战场还是新兵担子，死了几茬之后剩下的才是有战斗力的老兵。而且古代运输条件有限，押运军粮人吃马嚼，再碰上爱劫粮道的对手，那简直是十不存一。所以打仗的兵一多，那就容易把自己拖垮。再说古代指挥条件也有限，擂鼓出战，鸣金收兵，观其而动，这在人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啊。可俗话说得好，人一过万，无边无际，几万人乱哄哄地堆在战场上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啊，自己就把自己给冲乱了。前秦打冬季的淝水之战不就是这么输的吗？所以以唐朝那样强盛的国力出征西域，往往只有几万人马。唐玄宗时大唐与阿拉伯帝国遭遇的达罗斯之战，出征的唐兵不过是20000而已。也就是像战国末年的长平之战那样，秦赵两国对赌国运，赢了一统天下，输了亡国灭种，才会有双方共同百万雄师，在一个小小的长平绞肉3年。临末了，秦军坑杀赵军40万人，
使赵军一代青壮一扫而空，可这样不惜一切代价的国运之战在历史上能有几回呢？那么《水浒传》里面八十万禁军莫非也是像三国那样给吹出来的吗？还真不是。施耐庵也许艺术加工了鲁智深倒拔垂杨柳，武二郎赤手空拳打老虎，可八十万禁军之术还真实打实没啥水分。一代王朝新立，总是要吸取前代王朝的教训，藩镇割据，伟大不掉，强之弱干，丧失军权，这是大唐灭亡的重要原因。所以五代的各个军头皇帝都讲究把军队攥到自己个手里，攥不住的都改朝换代了。北宋亦是如此啊，挑选全国精锐直属朝廷，称之为禁军，不仅仅负责京师卫戍，更是朝廷掌控的一支野战机动部队。随着人数的增加，一部分禁军离开了京城，开始在外驻扎，有的携带家属，称之为旧粮；有的不带家属，归属地方军州指挥，称之为屯驻；还有不带家属但依然要中央军令才能指挥的，那就叫驻伯。所以这八十万禁军不管是在京师还是在驻扎地，那都是朝廷的中央军体系，妥妥的赵家军。同时北宋定都汴梁，也就是今天的开封，相对来说更是一个经济上的考虑，水运便捷，四通八达。然而在军事上，开封和形势险要的长安与洛阳完全不是一个档次，况且离着契丹的国境线太近，除了一道黄河几乎无险可守。所以朝廷一方面发挥基建狂魔的传统异能，在边境线上大力植树造林建设水塘，以此阻碍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南下的行军速度；一方面大力暴兵，以人数换战力，单挑不行，群殴总可以吧。所以北宋禁军就此在暴兵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，越来越刚。太祖时期北宋禁军不过20万，太宗就变成了30万，到了仁宗朝，这个数字高达82.6万人，妥妥的80万禁军。然而自从澶渊之战后，北宋和辽国维系了120年的和平，汴梁的禁军无仗可打，也就迅速的腐败堕落下去。整个朝廷可堪一战的禁军只有驻扎西夏一线的西军部队。为了维系这么庞大的禁军队伍，每年花的军费那真是金山银山一般，就连北宋这么财大气粗的朝廷那也是不堪重负，冗军和冗官冗费成为朝廷头上的三座大山，你还不能轻易的裁撤。这些人有当有枪，一旦砸了他们的铁饭碗，一怒之下聚啸山林，那更是让人头疼的事情啊。可以说三冗问题让北宋慢慢放血，拖死了这个朝廷走向新生的可能，实际上是外强中干，不堪一击。女真人南下之际，不仅汴梁禁军不堪一击，就连属于禁军系统尚有一定的战斗力的西军部队前来擒王的时候，也是连战连败，全然没有北宋开国年间赵匡胤统领下禁军的战斗力。高俅对于王进的打压正显示了这个组织的嫉贤妒能，腐败不堪，让有能力者失去上升通道，使真正人才没有公平机会，禁军的衰败自然无可避免，而未来的靖康之耻也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情了。明星小贴士：本回书中提到的老崇经略相公，指的是北宋名将崇实道，因抵御西夏有功被尊称为老崇。而后面书中提到的小崇经略相公，在历史上却不是他的儿子，而是弟弟崇实忠，也是北宋名将，
成语老成持重说的就是从事中为人谨慎，办事稳重。第二集，怼鸡还是怼牛，那是毛贼和好汉的差距。本集中说到九纹龙史进为了联络村中青壮共抗少华山的强人，特地让村客捡两头肥水牛来杀了，与众村民把盏劝酒一番豪言壮语，让史家子弟热血沸腾。可史大郎为何吃的是牛肉？看人家坐山雕摆鸡宴，乌压压200条鸡大腿随便你啃，那不也挺能撑场面的吗？各位看官，熟悉水浒故事的话呀，你就会知道整部书里啃鸡腿的那是良善百姓，吃牛肉的才是江湖好汉的标配。但凡到了客栈酒楼，喊一声打2吊酒来5斤熟牛肉，客官请坐，那几乎就等于是自报家门，不是白道上的豪客就是黑道里的强人。当蛋白质来源没那么丰富的时候，吃什么肉代表了社会的地位和阶级的尊卑。10万年前啊，晚期智人走出非洲的时候，他们一直追寻着大型野生动物的足迹，一只只曾经庞大到无力抗拒的巨象野牛，在智人们的黑曜石的尖毛和羽箭下轰然倒地，成为舌尖上的蛋白质。然而这种狩猎生活饥一顿饱一顿不够安稳，所以早期的人类选择从禾本科的植物中驯化稻谷，在性格温顺合群又好生养的动物里培养家畜。那些家畜不仅仅用来食肉用皮，有的还具有更多的战略意义，比如马用来骑乘，牛用来耕种，使粮食产量大幅上涨。左传上虽然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，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和战争，可这俩事儿哪能天天折腾啊？而吃饭才是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所以种田的大牲口对于我们这样的农耕民族来说，那就是命根子一样的东西啊。而拉犁的牛啊，也就因此具有了崇高的地位，在传统社会耕牛比一般人的地位都高啊，人喝点稀粥就能养活，可大牲口的干草豆料可短少不得，要不然误了农时，那就是一大家的饿肚子，甚至家破人亡的事情啊。早在先秦就有诸侯无故不杀牛的规矩，除非祭祀才能向牛动刀，而在祭礼中没有牛头只有猪羊，那叫做少老，有了牛头那才是最高等级的太老，祖先神灵最为欢迎啊。历代封建王朝都有国家立法保护耕牛，秦朝将国内所有的耕牛登记在册，养不好牛那是要受到官府的责罚，就算牛因为意外身故也得经过专门机构检验之后才能食用。汉朝只允许宰杀年老耕牛，而且需要到官府报备审核，要不然也是丢脑袋的事儿啊。唐朝就更不用说了，初年的时候所有的大型家畜都不能宰杀，甚至到了武则天时期宠信佛教，整个天下禁止杀生，连吃个荤菜都成了犯禁忌的事情。至于水浒所在的北宋颁发的宋刑统就曾经有详细规定，杀官牛一头服刑1年半，私杀自家牛服刑1年。宋代吃牛肉倒如同现在吃濒危野生动物一般违法。在这样的严刑峻法之下，吃牛肉成了一种禁忌，反过来也就成了有本事。梁山的这群好汉属于传统社会秩序的破坏者，打鱼的、劫道的、破落军户、下层胥吏、卖人肉包子的、三不管地方的豪强，没有一个正经八百下地的农民，
对耕牛那属于利益无关，实之有范儿。所以，小二，打299，来5斤熟牛肉。进店叫上几斤熟牛肉，那就像中年大师们手上盘的珠子，掌上托的紫砂壶，那都是身份的象征而已啊。不过咱们使劲使大郎做事，那也是粗中有细，意味深长。这几头肥水牛杀了待客，那是对前来帮忙的村民们高看一眼，牛肉都让你们吃了，招待的级别还不够高吗？但反过来说呀，这肉怎么来的你们也别装作不知道，如此犯禁的事儿你们也干了，大伙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贼人来犯之际，要是有人退缩不前，误了庄子，到时候事情兜露出来，谁都别想干干净净的。这进嘴的不是牛肉，是投名状啊。一顿牛肉宴稳了军心，聚了士气，史进虽然不是梁山上战力最顶尖的好汉，但是作为水浒开篇出现的第一位英雄，他也是个难得的将才呀。相比之下，座山雕就小气多了，且不说只是靠数量取胜，搞了个百鸡宴，就连这些鸡也都是那些土匪在山下抢来的，所以和史进相比，那就是毛贼和好汉的差别。当然了，杀牛宴客的时候那是偶尔为之，就算是史进那样的财主大少也架不住天天霍霍。在后文里，史进和山寨中的三位头领不打不相识，竟然成了莫逆之交，相互之间常常互赠金银以及肥羊美酒。这时候为什么不送牛肉了？史家庄是种地的，又不是开养牛场的，哪有那么多的牛杀呀？你给钱呢？正所谓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，梁山好汉的人生梦想，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大秤分金，要是容易实现，那还叫做梦想吗？能把酒肉当作礼品郑重其事的送来赠去的，这本身就代表着无论守法百姓还是山寨强人，吃肉并不是唾手可得的事情。中国古代即便太平年景，普通人也不过堪堪足以果腹，不用说什么荤腥，一年到头吃上顿细粮就是过节的好日子了。说书先生的嘴，一顿酒席，几斤几斤的熟牛肉上来，不过就是为了给看官们画饼充饥，做一做好汉梦，如此罢了。明星小贴士：本回书中史进对二龙山上三位头领说，我的师父王教头在关西经略府勾当。今天的勾当是一个贬义词，说的是做坏事儿，而在古代则是一种中性词，指的是做事谋生。 UP 主之聊有声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我们今天继续进行传世名著《水浒传》第二回的解读。在这回中啊，作者通过三个人物的际遇揭示了乱世人情。那第一个是市井流浪汉高俅，第二个呢是京城官二代王进，第三个是乡村富二代史进。这三个人的故事恰好凑成了一幅绝妙的乱世家国图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高俅啊。按照原著中的描写，高俅原是汴梁宣武军的一个浮浪泼皮破落户子弟，因其排行第二，京师人便称其为高二。又因为其踢得好脚气球，故人又称高俅。有姓高的球迷的意思嘛。发迹之后啊，才改为后来的高俅，一个单立人，一个要求的球。作者的独到之处在于把高俅刻画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渣。高俅除了是一个资深的球迷之外，还有诸多常人不及的才华。正如书上所说的，其人吹弹歌舞，刺枪使棒，相扑玩耍，甚至颇能诗书词赋，
这简直是一个文武双全且文学艺术俱兼的妙人呐、啊！但遗憾的是，高俅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那就是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，却是不会。换言之，这是一个有才无德之辈。正如司马光所言，德胜才者为君子，才胜德者是小人，故高俅者真小人也。古人云，德不配位必有灾殃，高俅也是如此。因他整日勾引着一个公子哥混迹于烟花柳巷，结果呢，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，不仅官府把高俅断了四十几丈，叠配出界发放，而且东京城里的人民也不许容他在家素食。高俅被逼无奈，只好流落到淮西一家赌场安身。到后来，因哲宗天子大赦天下，帮闲浮浪的高俅被推荐到驸马王进卿府中，驸马爷一见便喜，引为亲随，而高俅在驸马府中也如同家人。正所谓啊，鱼找鱼，虾找虾，乌龟找王八。通过高俅和驸马爷臭味相投的描写，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应该不言自明了。接着借助驸马府的平台，也凭借着自身的球技啊，高俅又被驸马爷的小舅端王看中，于是高俅又转到了端王的门下，成了端王的亲随。咱们先看端王是个怎样的人啊。原著中写道，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玉帝，是个聪明俊俏人物。这浮浪子弟门风，帮闲之事，无一般不晓，无一般不会，无一般不爱，更兼琴棋书画，儒释道教，无所不通，踢球打弹，品竹调丝，吹弹歌舞，自不必说。你看，这活脱脱是另外一个高俅嘛。令人意想不及的是，高俅跟定端王两个月后，哲宗驾崩了，端王继位，这就是宋徽宗。因为宋徽宗的关系，高俅这个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人渣被任命为殿帅府的太尉，一下就成了炙手可热的优秀人尖儿。水浒传第二回的回目是王教头私走延安府，九纹龙大闹史家村，只提及王进和史进，但却在文中花费了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高俅的发迹史，也留下了一个疑问。什么疑问呢？啊，这么一个没有信行的帮闲破落户，一旦被委以高位，能够为国效力吗？接下来的描写就说明了一切。啊，俗话说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高俅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奏王进。这王进呢，是八十万禁军教头。高俅为什么跟他过不去呢？因为当年高俅较量枪棒的时候，曾经被这个王进的父亲王生一棒打翻，所以啊，一朝位高权重，便急匆匆公报私仇来了。仅凭此一事，高俅身居高位能否利国利民也不言自明了。下面就是王进的故事。面对着高俅的淫威，王进选择了逃难，带着老娘就跑了。这就是王教头私走延安府的故事。当代读者看来，王进在权奸当道之时遇难而逃，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好汉。但是在原著中，通过作者的细致入微的描写，却又刻画出了王进的另外一面。啊，首先，王进一看高俅要对他复仇子报，即刻就选择了离职逃避，这份工作责任心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，是吧？其次，书中道，王进之母年已六旬之上，而王进却无妻子，这就有问题了。按古人的生育年龄看，其母六十多岁，王进理应三四十岁，
古人云男大当婚，是吧？而王进却一直单身，其中缘故令人费解。再次，王进之母在逃难途中因鞍马劳倦而心疼病发。古人所说的心疼病啊，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老胃病。按中医的医理啊，思虑过度会伤脾胃，因此通过此病可以看出，王进的母亲平时难免焦虑操心。通过这一病症，又通过王进30多岁还没妻子的这个描写，不难看出，王进虽然是一个遭受欺压的人，但在母亲面前，恐怕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啊。话如此说，好像有无端猜测之嫌，但是，一旦我们用另外一个人作为对比，这层意蕴就更为明显了。这个人就是史进，号称九纹龙，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啊！书中有诸多的刻画，但是在该回之中有三处皆是史进本非善类的描写，咱们慢慢看啊。第一处，王进第一次见到史进的时候，注意到史进银盘也是一个面皮。在以前，以务农为业的人常年劳作，日晒风吹，肤色大多黝黑。那些小白脸儿们往往是游手好闲者，因此此处对史进的银盘脸的描写，似乎是史进不务正业的佐证。第二处，史进一听王进说他的棒术有破绽，赢不得真好汉，便勃然大怒，吆吆喝喝的抽棍动粗，无理之状跃然纸上。第三处，史进从小不务正业，只爱刺枪使棒，母亲说他不得，怄气死了，其父只得随了他的性子，不知使了多少钱财。仅凭气死母亲折腾父亲这一点，可见史进非孝子啊！既不孝父母，又何能一孝作忠，为民请命呢？总之啊，通过这张对高俅、王进和史进这三个人物的描写，可以看出三个人既有共同性，也有差异性。其共同性在于，这三个人都是有各类真本事的人，但都是行止有亏的人。而其差异性在于，第一，出身于泼皮破落户的浮浪子弟高俅，作为三个人之中的下三滥人渣，最后却摇身一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人上人。可以说啊，高俅这个名字带有高俅的谐音啊，高攀的高，求取的求，含有往上高攀求取富贵的意思。第二，作为80万禁军教头的高级皇家打工仔王进啊，迫于权奸淫威流落江湖，变成了一个不知所终的盲流，因此王进带有王进的谐音啊，灭亡的亡，上进的进，含有王师上进机会的意思。那么第三，作为豪横的乡间一霸，史进先是因结交匪类而毁家，先上少华山，后上梁山，短短几年之后，在征方腊时，在玉岭关前中箭身死。因此史进带有失进的谐音，失败的失，上进的进，也含有王师上进机会的意思。若将这三个人的际遇归结一下，就是人心变坏，国家倾颓之时，有门路的恶人钻营着高位，祸国殃民，而无门路的乱民，或流落江湖，或啸聚山林，皆不得善终。那真的是这样吗？下面一一出场的所谓好汉们将会告诉我们更精确的答案。本回到此结束，下回精彩继续，感谢大家。